您拥有几个小孩呢？9个小孩，这是领养还是育幼院给？是同样的爸爸，对，真的是同一个爸爸，同一个爸爸。我觉得听完就是所有现场妈妈是不是想要生小孩？我原本的梦想是当年轻帅爸，重点是你不帅啊。好啦，年轻爸爸啦，你就当爸爸就好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《小姐不熙娣》。